那我定夺。请小米粒吃饭呢？对不起，没有，客满了。哪有人呢？大哥，你闹了，赶紧订个桌，一会儿我爸过来。你爸订也不好使。说谁不好使呢？爸，你这腿怎么了？我腿不好使。我今年包场了，好不好使啊？好使。哎，哎呦爸呀，嗯，还是你有力度啊。那个我上班，以后下班陪你啊。你忙去吧。好，你先忙去啊，我在这等小米粒儿，好不好？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？随便坐。哎，行啊，好，行，我就坐那儿吧。好嘞，小倩啊，要那什么，我也先走了。他包场，往哪走啊？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、哦，不行，走，拿来。哎呀，那个叔，哎，那个我想问一下子，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儿是不？对呀，你请他有事儿啊？那当然有事儿了，也是。对。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，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。我上次第一次见到小米粒儿啊，拾金不昧呀、啊，这姑娘，我就喜欢她。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？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，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？当爹的着急，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，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，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。那个叔，哎。你靠这边坐，哎，啊、我这行，这行，水啊，行，你喝点，你忙你的，哎呀，四叔，这老头站坑来了，嗯，老天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你处了，你把拐还我，不就钱吗？来，我把钱给你，这钱我不要了，啥意思啊？那真的，你帮我个忙，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，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了，以后你到这吃饭，我请。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。上旁边点，咋的啊？啊？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。我今天包场。哎呀！方总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也包场啊？那怠慢了啊。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？等啥小米粒啊？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？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。向谁？向小米粒求婚。啊，王小倩，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，你给我收好了，我一个暗号，你给我拿出来。放心吧，方总。服务员，来，哎，来，那个他也包场。不，你别提包场这事。啊，他刚才说跟谁求婚？小米粒。他是小米粒男朋友。不能吧，这我咋不知道呢？凭啥让你知道？你又不是小米粒的爹。你们这孩子话说的，你小伙子，哎，叔叔，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？聊聊倒行，你过来呗。不是，你这年轻人，你看你叔这腿脚，谁过来比较合适呢？这话让你说的，整的我都像好腿似的。那你腿好使不？我利索。拼个桌呗。拼，哎，拼，拼桌行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！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，你这腿咋整的呀？喝酒干痛风了。这。堵啊，痛风了还喝酒、啊、那咋整的？我这腿是咋整的呢？嗯，是这样说。嗯，我前几天呢、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哦一起去打高尔夫球，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。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。叔，你的腿咋整的？叔也打高尔夫球，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。那是俩杆的事儿啊。你比我厉害。你俩都头子。先别扯腿的事儿，我问问你啊，你真是小美丽儿她对象啊？啊，就是她对象啊，这事儿还能有假吗？是吧，人家都走半天了，咱也不来追了。忘追了，
一会儿追干啥？小事啊，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。哎，我说我说，你别老看那儿，咱俩接着唠。啊，你俩真是对象？是对象啊，是我对象，是是是。啊，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？啥时候？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。嗯，正式确立关系是在。昨天，昨是吧？对，昨天，昨天，昨天。这事儿对外说啥呀？怪不好意思。看来这是全知道了，这是。那我今儿白来了。白来啥意思啊？给小四儿介绍对象，他没干。是吗？对，对，叔，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，因为我有对象了，我心里除了他，谁也装不下呀。是吧？谁也装不下，谁也装不下。不是你这么说的，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。那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小倩啊，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。你这活也太危险了，毕竟人家包场了。还是你包吧。我看还是我走吧，哎，很尴尬呀。叔，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，那你快点走呗，你快点走。那行，祝你早日康复，改日球场见啊。好嘞。哎，叔叔，哎呀，您来了。米粒儿，不好意思，我去敬老院帮忙，来晚了，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米粒儿，啊，哎呀，叔啊，哎，那什么，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？没有，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，你快点走吧，行不行？叔叔，你干嘛呢？你叔叔走干嘛呀？我跟叔叔，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。是是是，是是叔约的你啊，嗯，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？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，你这都处上了，还没处上呢。你还没处上，刚才跟我都说了，说心里就是你，啥也装不下。谁说的？哎呀！哎呀，痛风犯了，痛风犯了，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！叔，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。啊，我还有低血糖，我这是低血糖犯了，迷糊啊。啊，低血糖犯。王小倩，你站着干啥？等有甜的饮料拿来。啊，对，等，马上，你整的一身全是病，低血糖犯了。哎呀，你快一点，快点，哎呀，你陪我啊。好，张嘴。完了，这俩人感情还挺好。你看，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，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？对，揣两块糖好了。你这么的，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。现在那王小倩，你那有糖没？有，有吗？没有。我有。叔，你咋能有糖呢？我咋就不能有糖呢？你有胃药没？啊，那没有。胃疼啊！啊，买胃药去啊！我胃又不疼。行了，你扶着我买去。好，叔叔不好意思，我去去就回。你别急，别急，等我一会儿啊。来，给你个小企鹅，我这拐还还你吧。来，不用，叔啊，我好了，好了，叔叔好了啊。怎么好了呢？一开始啊，就以为是胃疼，其实是股气儿，差劲儿了。行，好了，快去。好了，咱俩接着聊啊。我当然我问你啊，这个。就你这小体格，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？嗯，还咋追的？嗯，叔啊，嗯，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？砸出来，啥意思？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。嗯，要钻戒，嗯，买；要车，买；要房子，买。嗯，总之他要求的，我全答应他。小米粒是这样的人，是不是的？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？还有，今天你来的好，嗯，不如你来的巧，嗯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，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。小四儿，你说啥呢？他说他向你求婚。迷糊了，我买趟药的功夫，你怎么还趁我求着婚了呢？你不是要向黄小黄求婚吗？嗯，你看着没，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从现在开始，你能不能别说话？什么？你别说话，听我说。我跟黄小黄好，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？
啊？你说你那条，就是黄小黄那条件跟你咋比呀？首先那个就不够高，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。还有，就是他这个名儿起，黄小黄，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？这边行。还有啊，最让我受不了的，就是他那个脾气，都说女人是老虎，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。黄小黄是啥？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，大大家老倔了，就之后他之后先别倔了，你话好像有点多了。多什么多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，我的梦里都是你。小字儿，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，这话能说不？不用你告诉我，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，是吗？是不是的？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？叔，你看见了，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。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。那都听着啥了？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。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？还拿了把叉子，呱呱呱呱的。小黄啊，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，你信不？不能，你不让我见证的吗？这不是。小黄啊，能不能听我解释？那我看不能啊。留着自己听吧。小黄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你瞧瞧，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，你瞧瞧，这俩人又吵起来了。来，笨，你来正好，坐，小米粒啊，哎，来，你也坐啊。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。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，这能行吗？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，是不是？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，叔全能满足你啊。哎，我给你买两克拉的钻戒，成不成？房子，给你买。车现在就可以给你，啊？这么说吧，你到我们家，你还不用工作，你都不用干活，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，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，咋样？老太，爸，你这干啥呢你啊？你这，笨笨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哎呀，我是他爹，我咋想他咋想。爸，你闭嘴。叔叔。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？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？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，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，一起努力，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。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。叔叔，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喂，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那你选我吧，我啥也没有，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。爸，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？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，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。我咋不尊重了吧？叔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！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，这家伙半天演的吧？这是，不你一手导演的吗？看出来了，早看出来了。我这叔将计就计，我就是想啊，借这个机会，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？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，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。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！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，这不都被你毁了吗？
不，那我就纳闷了，你这么看重他，他追你这么长时间，你咋就不同意呢？爸，我不是不同意，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。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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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，笨笨呐。但是爸跟你说呀，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。你完成了一个目标，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。爱情不容错过呀，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。孩子，这还傻愣着干啥？哎呀，行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你是，他都听明白了，你咋还在这站着？你不是笨，哦、你是傻。那边，你这是简直是小美玲，你这啥孩子这是？这一个个全被我腿脚利索，你说。但是我今儿也没算白来啊，验证了一个好姑娘，见证了一对真正的爱情。你关键你这边还划了副拐呢，你说。哎呀，我得赶紧跟人家小米儿道歉去，要不然还真误会了。你说，那回见了啊。你别说，这双拐，你说他就是能提速，你看。